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砖头大叔。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座大墓。之所以称之为大墓，一是它的墓碑非常的高大，二，它在墓前还有两根高高的华表。在古时候，立华表后要一定的功名或地位，一般的人是不可以乱立哟。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个墓的雕刻是比较的精美，上边好像在唱戏吧，雕刻的还是大章。听当地人说，墓主人姓蒋，是个当官的。当然更多的详细的信息我也不了解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哟。如果那儿有什么好的古迹、大墓、山洞、什么奇闻异事，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告诉我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